来，没泡过金藻牛奶，搅过金藻牛奶，来试一下。维生素 C 听起来会让牛奶有点结块，但是听说更好吸收。我靠进去好了。这叫什么小米什么杯？我也忘记了，随身杯吗？设计的不错啊，小米的果汁机之类的，用手往下压，放开就停，然后打开来喝就好。只是这种都很紧，然后两手一起拔。嗯，有点香料味，不太像天然的水果。的果汁牛奶，不过感觉还可以啦。金藻牛奶感觉蛮健康的，有买到金藻可以试试看。